这样好一点，这样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确定开始了。要等七秒。你说什么？很想，很想。谁说很想我？龙先跟大家打招呼。好，可以打招呼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有280。好，200。好，嘿嘿，很开心，今天刚刚经历了我第一次的记者会，然后还算是成功。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次，我是陈立农。大家吃饭了吗？对，我还没吃，因为刚刚才结束所有的专访啊，然后记者会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等一下直播完之后还有一些工作任务要完成。那今天300万粉丝福利就是现在的直播，然后非常谢谢各位全民制作人也好，粉丝也好，农堂们也好，然后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300万的微博的一个关注，然后这一次福利在这边送给大家，然后等一下干嘛？哦，像眼熟，好，然后跟你们分享刚刚那个陈琳姐姐有来祝福我的记者会，非常开心，我非常开心她可以来，然后她刚刚一冲上来就抱我，吓一跳，对，很害羞。等一下啦，一直播她让我眼球变大。对啊，一直播好像有滤镜，可以关掉。其实像我眼睛好恶心哦。眼睛变大像外星人呢。对啊。设定是不是？滤镜。原图。对啊，这是原图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把美颜关掉。如果把它全部关掉，会变怎么样？哇，蛮帅的哦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嗨。来，脸书提问。脸书提问。回北京的时间是15号，然后回去继续奋斗。要，那是哪一场？下一场是19号的，是在泉州的粉丝见 9% 粉丝见面会。对，很棒，很期待再看到大家。粉丝问你说晚上想吃什么？晚上老板要吃，老板要带我吃。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。他要，哎，怎么你问我问题？我问老板。有很多马来西亚的粉丝在跟你打招呼。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嗨。马来西亚的朋友很多，就问说你有没有计划到马来西亚去？长进应该会带我去哦。这边有没有长进的粉丝？长进说要。长进说要带我去马来西亚吃好吃的。Instagram 问你说可不可以唱歌？哼，Instagram 问我可不可以唱歌？下一次啊，好吧。Facebook 的朋友希望你可以对镜头撒娇或微笑，微笑，用你最致命的微笑。不要。
我不知道我声音这个大小你们都听得见吗？三台机位都听得见吗？因为现在分别是 Instagram、Facebook 跟一直播是微博的。你是说可以大声一点？哦，对不对？这台可以再近一点。粉丝问你作业补完？作业补完？完蛋了，我还没回学校。我等回学校之后问老师，他要怎么处理我？粉丝问你，如果没有最怀念夜市美食？吃的咸酥鸡了。咸酥鸡有吃的了。夜市美食，夜市其实什么东西都还不错吃，所以能够去一趟夜市吗，老板？试试看喽。我现在不敢去夜市啊，好不好？除非我变装，我就去夜市，啊，吃好吃的。一直播有500万粉丝在。因为网络连线不佳。哦，好了。耶，500万的观看，很谢谢你们捧场来看陈立农的300万粉丝福利。什么？有人说什么零超吗？还是什么？他一直滑，我看不太清楚。大家说你太瘦了。好啊。太瘦了是不是 ？Facebook 朋友问说，现在农农多高啊？现在我应该200公分。哎，你哥说我200公分，还在涨，还在涨啊，大概185上下吧，不晓得，因为已经真的很久没量了。如果我之后啊去量的话，我再发文告诉你们，好不好 ？Instagram 想叫你多吃一点。Instagram 叫我多吃一点。你为了粉丝。好，我会多吃一点哦。你也要多吃一点。粉丝说以后想要读南墙，刚逛完士林夜市。逛完士林夜市，有粉丝问说你敢吃臭豆腐吗？如果去夜市的话，臭豆腐好吃啊，可是很臭哦。你有推荐给其他的那种成员吃？没有哎、欸。最想长到几公分？最希望不要再长了。你们是不是也会希望就是身高这样差不多了？好，对不对？身高这样可以了。如果再高的话，我会怕太高。粉丝说这样很有女友视角，然后可以请你再对镜头近一点吗？看他们。你自己给他们情绪。哦，天哪！没有了，不要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其实这个啊，有滤镜，我其实不太想要滤镜，但是。它有一点力量，哇！一直播还有一个叫做瘦脸跟大眼，难怪我眼睛那么大。关掉，哦不行，这样太小。有啊，你看哦，外星人。好了，跟原本一样就好了。我们要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你？他们想你跟他说，跟你的粉丝们说一些话。今天现场楼下有娘家团，娘家团呢，希望你跟他打个招呼。娘家团不急，娘家团下楼等一下打招呼。希望啊，没有了，希望可以下去跟你们挥挥手，然后亲自谢谢你们今天在楼下这么辛苦啊。我在奋斗，你们也在奋斗。粉丝问你，全身上下觉得自己最帅的部分是哪？是下巴，喉结。喉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喉结这么明显。嘿嘿嘿。问题可以。有没有问题啊？讨厌的食物是什么？我小时候很爱吃红萝卜，然后现在不行。红萝卜，我有一个味道会让我不舒服。可是小时候我很爱吃，然后现在长大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粉丝想要看你可爱无言牌。五连拍哦。一直播问你粉丝命名好了，老板，没有啦。其实啊，对于粉丝名这个东西，其实我
一开始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其实你们想要叫什么我都好开心，对。但是后来啊，因为浓糖 NTJJ 这个名字在微博上面啊，然后在其他地方也比较算是广用，对，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。但是老板不知道有没有意见，就一点时间，老板说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然后我是大家叫什么我都好开心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可是说刚刚表情很帅，但不知道是哪个表情。因为啊，这里这一台是侧脸，侧脸特别帅，我也一直播感觉一下。一直播问你今年会不会办生日会？生日会，你们要来吗？没有邀请你们了，开玩笑的啦。我生日会啊。如果你办，他们会来吗？对啊，我希望我办的话。我办的话，我不会办，可能在工作，对不对？工作比较重要。泰国的粉丝问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泰国？”萨瓦迪卡。有粉丝说他明天要考试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帮他加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一次处理，今天生日的一定有。太好了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今天母亲节，母亲节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！还有今天、明天要考试的，或者是明天你有什么很重要的，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像我今天记者会一样，你一定会像我今天的记者会一样顺利。在这边祝福你们，然后也希望你们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。那今天就这边了，拜拜！开玩笑的。什么时候要跟小游一起来马来西亚玩玩呢？小游吗？你现在私讯问他什么时候订机票啊、饭店啊，然后有空我们就去啊。一直播这边说你有发现你手有受伤，他说伤口好了吗？什么时候手受伤？你在表演的时候被看到。哦，好了啦。剩八啦，可是八没办法，你不能叫他不见就不见。对啊，有，已经伤口已经愈合了，已经好了，不痛。有粉丝想知道你的鞋码是不是团体里面最大的？脚？好像是的。子毅 size 跟我一样，所以我们互穿。然后坤坤好像也可以跟我互穿。对，我们有穿过 ，size 应该是一样的。但其他人的我就不晓得了。对。粉丝问说有没有健身，最近常做的运动是什么？我好希望可以赶快健身哦，你们这么觉得？我很希望可以赶快健身。然后，最近常做的运动吗？好像真的很少运动，怎么办？睡觉吧。啊，没有啦，我有时候没事的时候会做伏地。挺身啊，对，在家的时候，不然就是在饭店的时候，最常做的是伏地挺身，对，因为真的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厉害的运动。下周六日有国三生要会考，你帮他们加油一下吗？当然没问题，国三生，你们也要跟我一样进入高中的学业吗？对，阶段，那希望你们可以考到你们理想的高中。南强工商考虑一下。有姐姐粉丝说，也祝他工作顺利吧。工作顺利啊，刚刚都很顺利吧，大家。希望大家都很顺利。哎，我觉得这台的光比较好。是。多看一点，多看一点，粉丝希望你不要一直看侧脸。一直看侧脸，可是现在三台机位啊，我必须要。都兼顾啊。粉丝问你喜欢吃什么？巧克力啊，还在问。可是哎，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，巧克力最近我吃的频率已经不像偶像练习生之前，因为
最近开始要考虑身材，所以如果你乱吃巧克力的话，你没有把它消耗掉，你会变胖。所以，我真的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大家好像人数是在增加，你们好像没有移掉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他们就是巧克力？现在讲清楚哦，到底是想要叫浓糖还是巧克力？泰国的粉丝说，如果去泰国，他可以带你去玩。你最好看得懂泰文。他写中文，他写中文。然后有粉丝为了你，然后再学中文。有粉丝为了你抛弃跟妈妈吃饭。抓出来打屁股，哪一个？他说他正在看你直播，然后忘记跟妈妈在吃饭了。其实他忽略他对面是他妈妈。哦，跟对面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。对，那个妈妈打屁股，用力打。哇，现在大家疯狂在讨论浓糖巧克力这件事情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我们会讲台语吗？夜市小王子。可是我讲台语会有很多人听不懂。可以多看一下这里的镜头吗？头好酸哦。有大家说开始截图了，大家开始截图。粉丝想要看你比小爱心。嗯，比个大而已。嗯嗯。好啦，不要，我跟你讲，平常没有这样，因为今天300万粉丝福利。有人说看着浓浓，他就一脸姨母笑。姨母笑。嗯、他说 不吃饭看你就饱了。不行啊，还是要吃饭，不然你会变瘦哦，会跟我一样脸瘦哦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光跟这个光，这个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有点丑？这个光啊，可能因为这个正大。刚有韩国的粉丝，你打招呼。浓浓有黑眼圈了，这个是那个灯好不好？我都盖掉了。好了，透露我自己有黑眼圈，没办法，我其实跟大家说我天生有黑眼圈，因为我的呼吸道没有很 OK， 所以每一天我都有黑眼圈 ，every day。是吗？再考虑一下哦，临时角吗？哼，这样还好看吗？后脑勺的部分，丑死！IG 断掉了啦。有粉丝说他想要减肥，你都会给他建议什么？减肥的建议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太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是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喝水很重要，喝水要多喝水，放歪了，头剪掉了。他们说追你就可以减肥，那你们追不到啊，我跑这么快，所以就可以减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减肥，不要啦。有人问说，浓浓自拍角度都用最帅的角度是什么？我不想回答你们啊，你们都说我自拍很丑啊。有人说你的后脑勺太可爱了。有人说他截图截到手机容量都满了。那太夸张了吧。有没有想尝试什么新的头发的颜色？你们想看什么颜色？水肿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不是水肿的问题。我用这一台是有棱角的，这台没有棱角，我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没有棱角。我的脸发生什么事？我跟你讲，全部关掉。然后，这样，
哇，这个灯是黄的，不行，开回来。一直播，一直希望你可以唱歌。对啊，从头到开到现在一直在讲。你们希望我唱歌，可是我还没开嗓，怎么办？我看一下这个大小。哎呦，好可怕、啊！好了，这样差不多了，这样差不多是我脸真正的大小，走，差不多。不要染粉色，哼，下巴长痘痘了吗？被发现了，完蛋了。因为最近可能内分泌失调，然后睡眠时间比较奇怪，就长了痘痘。哦，超生气，因为平常很少长痘痘，就最近可能比较累，然后一直化妆，就长痘痘。我知道啊，你是会说你会不会变魔术？你不是有看过吗？那个卫生纸一张。他变魔术，你给他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啊。魔术。他只想擦汗。魔术。都很捧场。粉丝说看到你直播，连伤口都不痛了。还是要擦药呢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伤口赶快好。对。还有人边看直播边写作业，都是为了浓浓。边看直播边写作业，哇，太辛苦了吧？比我还辛苦。菲律宾的朋友，菲律宾要怎么讲？英文。Hello。刚有韩国的粉丝，韩国的粉丝，韩，你好，你好。有粉丝说你长得像蛋黄哥，出来，叫什么名字？说我长得像蛋黄哥，是因为现在灯都很黄。如果这一台可以远一点，刚刚嘛。哦，有好好很多。嗯，这样好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正常？好、哦。问大家有没有陪妈妈今天母亲节？没错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今天你们陪妈妈了吗？有吗？大家现在都还在说他那个魔术要学起来，他们觉得很厉害。陪妈妈？等一下直播看完你就陪妈。哎，会不会？现在很多妈妈都很恨我。对，他大家都说陪你了，都在陪你。那我直播要关了、哦。直播。有人说他跟妈妈一起看啊。好好好好。希望妈妈也喜欢看。妈妈如果不喜欢看，你不要勉强她看。反正你讲话很好笑。我就喜欢逗你们笑。粉丝说要看到脚抽筋，哇，这很厉害！看到脚抽筋哎，你是垫脚尖看是不是？太矮，然后看不到是不是。老板，我们是直播到7:10，还有6分钟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完蛋，剩6分钟。有人叫他阿嬷一起来看直播。阿嬷，阿嬷，嗨。你们剩5分钟、哦。有人就是妈妈粉，他说他现在小孩在等他看完直播才能吃饭，才能出门。哇，那现在妈妈要打屁股哎，怎么变这样？他说连我妈妈也讲你好可爱。好，谢谢你。现在我问你，哦，剩下时间最后5分钟讲。哎，对哦，那个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啊。我们到7:10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次300万福利然后做一个结束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，
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以及鼓励，真的陪我走过了非常多的开心啊，或者是看我哭啊什么的。那其实在这段时间跟大家相处下来，相信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好的默契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也会继续去增进我任何的才艺方面也好啊，或者是一切可以让你们开心的一些事情。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最想做的。然后，你们会不会好奇下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老板，不然我们等第二个300万来直播，好吧？怎么样？好，下一个直播就是我们第二个300万，第二个300万，看是什么时候，然后到的时候我们就再来直播，然后待会直播结束之后，大家一样，就是600万，就是600万，没错，会算数，对不对？会，那个，下一次，不对，我在讲什么？讲先想400万。哎呦，想400万的，会啦，400万的我会去想，对，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三百万了，然后下一步就是400万，放心吧，我会想好，然后要给你们什么，但是待会直播结束之后，请大家去陪妈妈，然后吃饭，因为我也要陪妈妈。好，那么。还有两分钟，还有问题吗？再回答几个好了，剩最后两分钟，有没有一些比较酷的一些问题？还是希望你唱歌。那就一样啊，纸短情长，好不好？他们就点着手。可是我没有开嗓哦，难听的话，难听的话我会拍谁哦？会抱歉。怎么会爱上浓汤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因为他陪我走过难过悲伤，像太阳，我也会努力的让他能开心微笑，希望未来的路还有你啊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没开场就唱歌，害我有点担心，我现在心跳加快。好，那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9分，那等一下10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好吗？都说很好听，你们都是那个粉丝滤镜，都对我太好了，都对我太好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谢谢你们。那好，10分了，现在在这边，谢谢大家支持。陈立农，然后，以后也会继续加油，然后也请你们继续支持我。最后祝母亲节快乐，镜头前面的妈妈们，你们辛苦咯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那各位，拜拜。